中国经济呢有这个足够的韧性，完全有能力应对当前贸易摩擦中出现的这种各种问题。我相信呢，这个不管外部环境这个如何变化，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定力，按照中央的部署呢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，我们就会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，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不断前进，我们就会立于呢不败之地。